想同大家介紹兩支由瑞士研發嘅有機純天然乳液。咁呢一支咧就係絲然嘅馬鈴薯身體修復乳液，可以改善身體上面嘅疤痕同埋糖尿病腳，仲可以修復到產後嘅疤痕同埋淡化妊娠紋添。佢仲可以治愈濕疹痤瘡同埋魚鱗皮膚添。如果你有手腳口疹或者係皮膚乾裂嘅問題咧，佢都可以幫你解決到噶。擦落去咧，佢嘅感覺係涼涼地啦，亦都幾滋潤下嘅。仲有一啲好天然嘅植物嘅味，一啲草本味道，好香。另外呢一支咧就係馬鈴薯 Cool Time 舒緩乳液，大人細路都啱用噶。咁用佢咧可以緩解鼻炎、哮喘、乾咳或者喉嚨痛等呼吸道嘅症狀。六個月以上嘅小朋友咧，仲可以搽佢嚟幫助舒緩輕微發燒同埋咳嗽等等嘅問題。冬天嘅時候咧，仲可以搽佢嚟幫助保持體温，防止感冒添。